家早上好，我们的神配得所有荣耀，所有的敬拜赞美，来，我们敬拜他，他是伟大的神。说有就有，明理就理。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
要宣告，黑暗仇敌不要离弃，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不要离弃。我有大有能力，所有就有命令，就定你的声音化成坚定，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大有能力，所有就有命令，就定你的声音化成坚定，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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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神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把神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去，我要把神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把神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去，我要把神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弃，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弃，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就有命令，就立你的声音化成坚定，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大有能力，所有就有命令，就立你的声音化成坚定，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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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荣耀充满这里，同在荣耀充满这里，哈利路亚，阿们。耶伯有说我成为看，不要，我不要这封文有你，我要亲眼看见你，
要更跟随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不许身份会有更亲近你，主啊。
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在家里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都很想念你们。那我们呢，要一起努力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国家赶快的战胜这个疫情。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这美好的机会可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恩膏你不配的仆人，让我们分享你的话语的听到的都得到力量。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整个月在谈关于什么呢？赞美啊，以及敬拜。那今天我要专注在这个赞美这两个字。圣经呢，在这个诗篇28篇第7章，他说什么呢？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信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的心欢乐，我必用诗歌来赞美他。那这个诗篇告诉我们说，他说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信靠他就得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是有限的。你看这个疫情一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全球的人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意，失去了家庭。为什么呢？这个疫情一来害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所以我们人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呢，我们需要帮助。我们不能够活着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明白一件真理，那就是呢，我们要赞美以及感谢创造世界宇宙的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经呢，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圣经是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在主的计划里。在诗篇50篇，你们要以感谢为己，献礼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们的愿，并要在患难之中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再一次的，我必搭救你。所以耶稣呢，他的话语呢都什么呢？帮助我们，搭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赞美他，因为他爱我们。我们要荣耀他，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架上。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得到喜乐，我们要得到幸福，那我们要就学习怎么样来赞美他。赞美他之后，感谢他之后，我们就得到喜乐和幸福，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你说牧师，我这么多问题，我要赞美他吗？是的，赞美他没问题，荣耀他的名没有问题，感谢他啊，感谢他赐给我们生命，感谢他赐给我们呼吸，感谢他保佑我们。所以喜乐和幸福呢，就会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赞美主耶稣，我们感谢他。那奇妙的是，当我们为自己已经有的来感谢神时，心思意念就得转为正面，由此产生喜乐和盼望。感谢赞美是他的关键，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得到喜乐，我们要得到幸福，就要学习赞美以及感谢他。哈利路亚，耶稣非常的爱你，非常的疼你，所以每一天都要赞美他，感谢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看这个疫情发生啊，好好的一个人啊，成功的企业家啊，什么都有，但是这个得到了这个新冠病毒，
他就在一言堂了20天。第21天就这样子离世了。他的孩子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家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抽烟，那肺部就不好了，所以抽烟的人啊，对他的身体没有益处的。所以这个疫情一来呢，他就抵抗不住，所以就这样子一眨眼间两腿一伸就结束了一生，一切归于零。他所拥有的一些金钱，他的企业，他的公司，他的工厂要归谁呢？孩子女儿只能够看到那个富士呢用那个手机哈录起来他的爸爸过世的情形，我不敢看，非常的伤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让我明白，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感谢他。我们人哈来是这么快的走掉的，空手来到这个世界，离开时也空手的而去，毫无知足。既然迟早都要离开，何必老是争个你死我活，想拥有更多呢？对不对？很多人为了金钱啊，守住亲情啊，然后自己的弟兄弟姐妹打官司，为了爸爸妈妈留下的遗产，真的很可悲。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啊，是希望我们再多的服侍他一点，才救活了我们。圣经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能存留一口气息，便是要感恩；能够呼吸，能够讲话，就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呼吸，这个讲话很贵的。你看氧气啊，这么难找啊，为什么呢？这个疫情一来，很多人呼吸受到啊气喘啊，没问怎么办呢？就用氧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呢要学习每一天一大清早赞美主耶稣，主啊，你是这么爱我的，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啊，奇异恩典啊，真的主耶稣，没有一个人的恩典啊能够给我们人类呢得到满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赞美神是一种兴奋的事情，能够感谢神是神对我们的爱，告诉了我们啊，我们需要他。哥罗西书第3:15说，要叫在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于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再一次的，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着平安。我们平安凡事可以以什么呢？心存感恩，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使命。在诗篇50篇说，凡以感谢献上为己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耶稣再一次的，神再一次的告诉了我们，只要我们遵循他的话语啊，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我们一睁开眼睛感谢主耶稣。其实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你不要笑我。3个星期前我哭了，为什么呢？不能够讲话。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啊，使到你讲话也要咳嗽。那感谢神，已经3-4天了，我可以讲到了，我可以分享了。我就说，主啊主啊，谢谢你主耶稣，再一次的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你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感谢神。躺在房间里面12天不好受，但是这12天呢，我就看到主耶稣对我的爱，对我的祝福是这么的长阔高深，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他的祝福，他的医治。我的朋友已经20多天了都还没有痊愈，我12天呢就好了。为什么呢？这全都是主的爱，全都是主的怜悯，主的医治。他爱我，医治了我，所以我们要赞美他，荣耀他。今天他医治了你，你要赞美他，要荣耀他。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哈，都是什么呢？心里都怀着过去。我以前啊这么厉害，我以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我以前是很聪明的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优秀生，然后呢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活，我们要数算过去所得到的恩典，不要埋怨，为现在拥有的来感谢，也要仰望未来的祝福而感恩，也赞美他。所以当你每一次都赞美神，主啊谢谢你，主称颂你的名，感谢你主耶稣这么爱我，感谢你祝福我的将来，感谢你医治我，感谢你帮助我，感谢你祝福我的儿女。那如果你是这种的态度呢，主啊我赞美你，这首诗歌我越唱越好听，主啊奇恩典这么有意思哦，牵着我的手，主啊这首诗歌哦，那个林一初所唱的啊、哦，主啊当我的人生中有的时候很害怕，求你牵着我的手吧。所以当我们赞美神啊、哦，感谢神荣耀神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就会被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充满着盼望有意义。所以呢成为一个人，我们要记得人家对我们的恩惠。我常常说哈、哦，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十个十个都被医治了好了，但是只有一个上天堂。为什么呢？那懂得怎么来赞美耶稣，感恩感谢耶稣的呢，他就上天堂。主耶稣就说他就成为他的儿女。他说九个人去那里啊，他们没有赞美神，没有感恩，所以他们肉体上虽然痊愈了，但是是灵方面呢死。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成为能够赞美神、渴慕赞美神、感谢神的基督徒，那我们就会看到神迹一定会跟随着我们。圣经说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感谢越多，赞美耶稣越多，幸福的指数也越加增。你说林牧师你也被改变吗？是的，我也被改变。我中了这个新冠病毒呢，这个病毒呢，我觉得我这一生哈、哦、是在蒙主的祝福，我们应该赞美他，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主耶稣呢，他对我们的爱，他帮助我们，他医治我们，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前世，把我们解离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的里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就是主耶稣对你的爱，我们的罪已经蒙赦免了。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要赞美神，每一天都要感谢神。你说林牧师我生病也要感谢神吗？对，生病也感谢神。我有问题也感谢神吗？对，有问题也感谢神。我和我太太吵架，和我丈夫吵架，感谢神，荣耀神，赞美神。当你赞美他的时候，突然间你就觉得我不应该跟我太太这么不好，我不应该跟我丈夫闹，我要改变我自己。当你赞美他的时候啊，你圣灵就会来改变你，感动你，让你什么呢，更亲近耶稣，然后你就会学习怎么样去饶恕你所爱的人。这就是神对你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改变你，唯有耶稣；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唯有主耶稣的圣灵可以改变你的丈夫，改变你的孩子，改变你的太太。所以每一天都要赞美他，让你的生活蒙祝福、喜乐、平安。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愿主耶稣祝福你，陪伴着你这整个星期，圣灵带领着你，保护你啊、哦！不要得到这个疫情，让耶稣的圣灵带领你。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记得每一天
都要赞美感谢耶稣基督啊，圣灵是永恒的，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的灵就会来。所以我前一之后呢，每一天一大清早唱两首诗歌来赞美神，来感谢他医治了我，感谢他祝福了我，感谢他带领了我。圣灵很靠近我们，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每当我们有困难就应当祷告赞美他，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是有限的，耶稣是无限的，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圣灵会给我们力量战胜我们一切的难题。好，我们就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今天叫我们明白主，只要我们活着在你里面，主啊，我们就可以战胜我们一切的困难。主啊，我们要学习每一天赞美你，每一天感谢你，因为你太爱我们。主耶稣，你太疼我们，你的慈爱永远的长存。谢谢你主耶稣，医治了你的仆人。再一次我为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祷告，主啊，他们得到这个非新冠肺炎的疾病的弟兄姊妹，医治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袖、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全部都要仰望，仰望都交托在你手里。哈利路亚，主耶稣。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心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笑，要